你一定要明白，这条路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，并且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。你明白吗？ 但是不能通婚，一旦过了这个界，你自己，还有那个姑娘，就无法在江湖立足。刁门会当你是叛徒，欺师灭祖，罪莫大焉。匪盗会把他当成内鬼，势必杀之而后快。 大镖头早，陈爷早，您出去啊？啊，对了，陈爷啊，中午要给师傅践行，多买些好菜。瞧我的吧，您就甭惦记着了。嗯，谢谢。您慢用。哎，不讲信用。 说谁呢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我才没你那么不讲信用呢。 看什么呢？没见过美女啊！我第一次见你这么穿，很好看。我以前也很好看，只是你没有注意。 对了，我今天想去逛一逛，你今天有事吗？上次来北京，整天窝在你的镖局里，哪都没有去。好啊。你有事儿啊？没有。你骗不了我的，老实人撒不得谎，说吧。 师傅今天要回山西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去送师傅吧，不用管我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自己去，我又放不下心来。放心吧，我会很低调的，不会出事的。 你这么关心我，是因为你的镖路吗？你说呢？哼，讨厌！夏爷。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我们正打算送师傅走呢。啊，老爷子，您这才来几天呢，就说要走，多待几天吧。往后我会常来的啊。戴海辰，就是戴海辰呐，我不如他。夏爷。 说一句小辈不该说的话。既然我师父已经放下了，
我想，你也应该放下了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是该放下了。小心着点啊！哎，轻拿轻放啊！哎哎，怎么不出去啊？外面好多人啊。你还会不好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觉得我脸皮很厚是吗？没有。叫我干什么？我好怕。怕什么？我怕你娘，怕我爹，怕你师父。我怕外面那些人，我怕他们不想让我跟你在一起。我怕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你看什么呀？我要仔细看看，你还是不是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陆瑶婷？你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我就想听到你说这句话。我已经跟我娘说了。她怎么说？我知道，她嫌我是土匪。她要我好好照顾你。真的？你不信我？